辛丑年伊始，慈济在辽宁大连的会所换了新地方。为了敦亲睦邻，志工动员在社区捡垃圾，也推广环保。以后啊，就是你们在扔垃圾的时候啊，就用那个白色垃圾呀、啊，不要乱扔。它污染水污染空气，白色垃圾就只能是塑料袋，像这一类东西，我们都不乱扔，也少用。 新会所落职的周南社区也是当地政府最近积极要推创城的小区，因此不光慈济志工加入清扫行列，还有居民和社区志愿者。这个创城呢是每一个人都需要，去来做的。然后也特别感谢咱们辖区单位的所有的这些，反正说是家人呐、啊，也是朋友，也是义工啊，来为我们付出这一块。我们是一个公益慈善团队，我们就是一个做好，我们还做善事，我们就是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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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